중간중간 어디 对，其实我蛮喜欢看别人的评论的。其实我觉得别人的评论是一定要听、一定要看的。尽管很多朋友跟我说都不用太理他们的意见啊、声音啊，但是我就是这个人啊，我的性格很难改，就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所以我就一看到一些，比如就可能说哎，我不应该拿，我不值得拿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会，我会反思思考，我有没有那么 deserve 呢？所以我就觉得，我不拿就最好了，我就不拿就没有这个压力，我不用担心这个，不用担心那个，这样对。其实也不一定继续会那么目前发展。其实都要看往后的日子怎么发展啊，比如说如果真的很多人啊、很多声音觉得我啊、不好啊，这样不好，我真的会退一点，我就可能比较专注做幕后比较好，对，等一些热情减退一点点，那我就没有那么大压力，我就可以继续做目前了，我就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。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一些真有用心听我的歌的乐迷，他们给我的意见和 feedback， 一些跟我说啊，我的歌真的能治愈他们，能帮到他们，这些我看到是最感动的，也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，我做目前是有意义的，我有用我的声音去。真的可能帮到这个世界，帮到这个地方的人，这个就是我的推动力。